刚才我们那边是华美，华美联体这边是一个就是消防的 two office， 欢迎。这边是等于是公园嘛，公园的话大家可以有空可以走一走枝繁叶茂的树啊。上面有个大棚啊，这有雕塑啊，纪念。这是这个历史不一样。这中间已经不让进了，等于是历史遗迹啊。这就转一圈吧，旁边的树下面都是可以休息一下，不同的休息啊。这边有市场啊，有市场，有摊点，有这种不同的摊儿。这下面还有地下。看看，这还有地下，下面还有地，但是现在已经是拦住了，不让走了。这是不同的这种人们游客可以在这休闲活动，也是不是也有什么演出啊？这有这个白头发，白发苍苍啊。教堂，这是等于是个单行道。单行道，那边是个教堂。